决前提之一是男的。啊，完美的少女漫男主到底长什么样？我知道你一定挑花了眼，那咱们就这个吧。明大的特产，咱们系的美人教授季老师。谢谢，够凶。啊，季教授，早上好。眼神太腻，留言一点。哇，这人好拽啊。Hello， 让我看看前辈不对的你关你屁事啊。你看够没有？你口红画歪了。打卡盖章，一周的份拿来给我鼓。看来小朋友嘴上说不要。闭嘴，不许说下一句。今天在这栋楼里，只要你喜欢随便买。生日快乐。你这是把整个菜单什么都点下来。季，是不是忘了？这还是那个季言信吗？从今天开始，我要跟你交往。以后啊，不管你想要什么，我一定倾尽全力帮你办到。秀恩爱。